我哋咧要同時兼顧鄉民利益咧，首先要解決佢交通、醫療、文化嘅問題。另外咧喺交通方面咧，我哋就要支持北環線。北環線咧分別有滘頭站、牛潭尾站同埋新田站。我哋希望完善呢啲咁嘅交通，完善鄉郊嘅電話信號接收、污水渠嘅鋪設同埋光纖嘅鋪設，希望可以民心無小事。多謝。咁其實咧最重要係因為咧，如果咧你發展好嘅經濟啊，自然咧鄉民嘅利益咧亦都能夠照顧得到啊。因為咧，譬如咧，如果撥興咗經濟啦，我可以增加咗園區就業嘅機會啦。只要咧有人流旺咗嘅話咧，其實咧鄉民嘅利益都會照顧到。例如佢哋可能會開一啲餐廳喺附近啦，開一啲嘅小商店喺附近啦，咁鄉民咧嘅利益咧就會被照顧到嘅。而且咧一啲道路嘅設施啊、民生嘅設施咧，亦都會相應會增加嘛。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係咧變咗鄉民啦同市民嘅利益咧，就會可以一齊共同係被照顧到啦。我哋認為政府其實要加速去發展我哋而家元朗嘅各個發展區啦，要重點扶持翻一啲重要嘅產業，另外亦都要加強翻我哋嘅本區就業，令到我哋喺區入面嘅居民咧係可以喺翻自己區度翻工啦，就唔使出到去外區。咁如果佢哋唔使出到外區咧，其實無論係交通費嘅壓力啦，或者係交通時間啦，其實都可以解決到佢哋相關嘅一啲問題咧。我相信咧好多社會問題咧亦都能夠迎刃而解嘅。如果能夠做到本區就業咧，其實好多家庭咧都可以有多啲時間一齊啦，咁就會令到社區更加和諧。